大家好，我是当这期同大家介绍的这只模型就是 Supra Mimi Pra Go YM 白兽王。这只模型虽然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，但我觉得很值得拿来同大家介绍的。如果你买回家给小朋友玩的话，这只模型其实是很值得推荐的。那我现在已经将它合上看了，一阵再分享给大家看下五只狮子的样子。咁合咗睇嘅白兽王嘅可动度其实系非常之高嘅，狮子嘅旋转度有360度，所以真系可以任你扭。而绿狮子嘅旋转度都系360度，都系任你扭噶啦，所以呢个可动性真系超强，超值得大家入手嘅一款模型。白兽王拎武器主要嘅位置，都是由獅子的口擔住佢嘅，而每隻手都可以揸住把劍啦。咁其實揸住嘅方法就好簡單嘅，呢度有個窿，咁把劍就係靠呢個位擺入去獅子嘅口入邊，咁就可以將把劍，然後拍輕輕拍一拍佢，咁就可以將佢揸實咗噶啦。所以左右手都可以將把劍揸到嘅，而佢仲有另一個武器，這個盾牌啦，咁可以唔同角度咁樣揸佢啦，個方法都係一樣嘅，就係獅子嘅口入邊，然後合翻埋，咁就可以成功咁样救实佢噶啦。咁白兽王佢仲有另一把武器啦，呢把五只狮子嘅武器合体而成嘅钢枪，佢个造型好特别，我几中意呢个造型嘅。咁佢照样系可以扣上去白兽王嘅手入边啦。咁样就会成为另一把武器啦。咁接落嚟，我哋睇下变翻五只狮子嘅样系点样嘅啦。仲会有两碟炮俾一号机嘅，咁一号机基本上就完成咗，还原翻佢本身狮子嘅造型啦。咁依家我哋嚟讲二号机啦，二号机就系呢只红狮子，红狮子本身佢嘅武器，就是呢把红色的武器啦，咁照样都是咁样，啊个口，担翻佢，咁佢其实有个窿位啦，咁要担翻佢，就喺呢个窿位嗰度握实佢，咁就要担翻佢啦，呢把武器就完成咗啦，就俾咗佢啦，咁佢仲会有其他武器啦。咁同樣將鋼槍剩落嚟嘅武器扣翻上嚟，就係獅子二號機嘅武器啦。
依家輪到三號機六獅子嘅武器咯喎。三號機六獅子，咁佢作為首部，佢嘅武器就係綠色嘅呢把劍啦。咁同樣，佢呢個口位會有個窿嘢，咁你肥皂樣凹翻上去，咁就可以實咗喺度噶啦。咁之後你哋再將鋼槍剩餘嘅部分交俾佢啦。咁綠獅子嘅武裝就完成咗喎。咁依家輪到下一隻，就係青獅子啦。咁佢作為一個腳嘅部分，係會比較大隻少少嘅。佢嘅武器照樣係藍色噶啦。一樣的口是會有個粒位給大家擺武器的。夠實在。然後再裝翻佢本身嘅武裝，咁就武裝完成噶啦喎。到最後我哋輪到黃獅子啦，黃獅子同樣大家應該都估到佢嘅武器就係黃色嘅。獅子的武器扣上去，又將剩餘的武器件扣上，所有獅子都武裝完成。呢只 Bandai 出嘅食玩，其實大家真係值得入手嘅，變咗五隻獅子，然後又可以合體，兼且佢嘅顏色好鮮豔，比起近期出嘅玩具都靚好多嘅。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買嚟玩一下㗎。呢一期嘅開箱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一期再見啦，拜拜。